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雅琴，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在今天首先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在今天讲到了这整个第一个重点，就是蓝白合正式的破局，也就是柯文哲跟侯友宜破局了。破局之后呢，我们看到相骂无好口，双方之间呢，在今天出现了非常浓厚的火药味，而且是柯批对上了柯批。但是呢，另一方面，第二个重点爆出来说，那柯文哲大家都在讲说，你为什么11月15号当天在小房间里发生什么事情，怎么都让？现在爆出来，因为他前一天11月14号跑去庙里面。庙里面的跟他讲说，你一定要蓝白合啊，蓝白合才如何。所以从头到尾，柯文哲就认为有算命的说他会有总统命，从头到尾就是说柯文哲听了庙公妹妹的话说，你一定要蓝白合，所以他当天蓝白合。那过了几天又觉得，哎，庙公说的话不可信，我就不要蓝白合，是这样吗？好，第三个重点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郭台铭的这个部分。郭台铭的部分跟柯文哲见了一共四次，可是呢，就是今天一堆人去领表，这些领表都不是重点，重点你要看到就郭台铭到最后一刻他会不会去登记。说真的，郭台铭就算去登记，他到最后也可以来一个所谓的弃保，他在十二月几的时候也可以说，哦，我现在就支持柯文哲，或者说我现在突然发现我跟国民党还不错，我就支持侯友宜。但是我跟大家讲，所谓的侯柯配已经没有了。可是很奇怪，今天的一个民调出来，哇，出现了很多所谓柯文哲配一头拉骨的人，柯文哲配了一堆人，配了韩国瑜，配了柯志恩，配了张善政，就是没有配这个侯友宜。这个民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当然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很特别，我刚刚突然看到赖清德跟萧美琴去拍形象照，哇，那个美女是谁啊？我还认不出来，差一点要拿放大镜哦。首先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在今天跟大家说的，也不用再期待了，就是柯侯破局，而柯文哲拜五圣公。那我刚刚讲的这位美女是谁？你可以看一下，头发放下来，好，可以再特写一点，我们要更特写一点的照片。这个人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讲他现场拍照的状况。还要来讲到的就是柯文哲去拜的淡水行天五圣宫这个庙哦，到底谁去拜过哦？一头拉骨的政治人物都去拜过，最重要的是郭台铭去拜过。而且你看到关键的时间点，11月14号他去武圣宫拜，11月15号在小房间里就全部让步。所以因为公主的妹妹说蓝白一定要合，那公主是谁呢？玄维师父，这当然引起了各方的讨论。所以我们要讲说，哦，搞了半天我们要说柯文哲那时候不是还在落泪说，我因为到了南部地区听了民众说什么对于两岸和平的忧心，对于民进党执政安娜多安娜，你不要扯那么多，你不是南部的民众让他很难过，原来是公主的妹妹跟你讲要蓝白合。我真的觉得柯文哲不是讲科学吗？你讲科学你可以有宗教信仰，你不需要这么迷信吧。好，我们再来告诉大家，蓝白合已经变成了蓝白咬。你看到今天一整个的发展是什么？早上九点半的时候，黄珊珊就说国民党说要九份民调当然不行啊，那三份根本就不可以纳入。好，然后呢下午两点半的时候，柯志恩回答说你到底要不要，然后也骂了一堆。然后三点的时候，柯文哲就说这世界充满了惊奇。那我们再告诉大家，今天就在今天啊，接近中午的时候，柯文哲、郭台铭还有赖佩霞密会。那我们还要告诉大家，有人说郭台铭会不会退，因为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的独家画面，因为我们的同事每天都经过这个地方，信义区的看板，最早郭台铭第一个看板，哎，怎么撤掉了？变成贾静雯了？不是因为贾静雯挤掉郭台铭，而是他广告不放了。这个如果要参选的话，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好，我们刚刚讲到的赖萧配的定妆照就这样出来了。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看看在这里你所不知道的萧美琴哦。哎，我真的很好奇，她头发放下来也是一个蛮不错的这么一个格局。好，那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讲哦，如果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新闻，大家就想知道说，那到底现在哦，这个柯文哲跟这个侯友宜他们各自讲民调到底怎么样。我跟大家讲哦，我直接跟大家讲我的结论。好，如果你相信我学过民调，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事情不干蓝绿，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白的统计的问题，你该怎么做怎么做。第一个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算法是不一样的。好，第二个就是国民党并没有要求让6%，是正负3%。最后一项我认为他算错，因为你没有办法解释。我今天也问了林涛，林涛跟我说这个是误差范围内，不是吧？
因为如果你说正负3%，如果你说这个份数应该是正负2.9%嘛，对不对？你是什么输给了柯文哲4.3%，你这个不可能算是侯柯赢啊，4.3%已经是在正负3%之外了嘛，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部分，我认为他应该算错哈，我没有看国民党怎么说。当然，第三点就是说，民众党对于所谓的正负3%就要让的这个部分呢，他完全都不多说，他只举个例子说，你看看嘛，我赢4%，他也算我输，所以你就是用6%来算。不能这样讲，我觉得刚刚那个是国民党自己算错。好，那现在问题在哪里？现在问题是你全部要重来也来不及了。为什么？你现在说我重新做民调来不及，那你现在国民党说，哎，我当时说你柯文哲让我正负3%，是因为我国民党不要做政党民调，我国民党的政党民调，我支持度绝对是超过民众党的。可是现在要做也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就是破局了嘛。好，那今天再来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尴尬的交汇，什么尴尬呢？也就是看到呢，这个在绿营的部分，在港湖区也是出现了分裂，也就是高嘉瑜今天哦，赖清德副总统陪着大家台北市的参选人去登记，然后呢上午10点，然后9点的时候呢，就是吴欣岱他也登记参选了，真的是尴尬，两个人呢交锋。再来看到呢被这个也是尴尬，他标题不对，我尴尬了，我尴尬了，标题不对，我要遮住哦。好，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是怎么样，就是他们三个人呢，尖尾鱼三个人相会了哈，这也是尴尬的场面。好，那我们今天还要告诉大家，难不成这种反反复复是会传染的吗？你可以看到 OpenAI 的执行长不是才刚刚被开除吗？现在5天又回来了，还是执行长，就是奥特曼。好，奥特曼17号被开除，然后呢在这里22号又回任，然后董事会的成员要换人，嘿，这怎么回事啊？好，我们来告诉大家今天不分蓝绿的你怎么看，你怎么看呢？就是小 S 的老公徐亚军跟那个中性啦啦队的女神陈波波吃饭，也不止他们两个一起吃饭，就这样讲，那小 S 到底怎么回应？另外还有28款的眼药水被说有污染哦，全面的下架，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台湾是没有卖的，但是我们要看看到底，你要小心哦。还要告诉大家，柯文哲的民众党没有钱，所以他到底去找郭董4次是为什么？哪有这样子黏TT的？然后郭董4次呢，一直不及我们看他的账户的大曝光。还要告诉您，宋楚瑜在明天亲民党会把他列入不分区的第一名。哎，我就有朋友说，我就是要这样想办法哦。这个大家如果对蓝白合非常的讨厌，干脆把票给这个亲民党，因为亲民党再怎么样，我至少要让宋楚瑜能够当一回立法委员。你想，如果在立法院当中有宋楚瑜的话，那整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宋楚瑜跟韩国瑜，你认为蓝军当中谁适合当立法院长？哦，这精彩可期啊！他至少要有个政党票，要5%吧？你要帮忙一下。好，我们来告诉大家，在今天呢，我们就来讲的。蓝白合变蓝白互轰哦，就是呢，就是柯郭霞今天早上再次的密会，柯文哲说台湾充满了惊奇，然后呢，赖萧今天也拍形象照，大家也说充满了惊奇。我必须给大家看哦，他们今天有人在讲说，哇，这个赖萧之间的组合是颜值最高的。我还在讲说选举没有人看颜值了，可是一看之后，我觉得那真的不得了。我为什么这样讲？有人都认为是偶像剧明星来了哈，先跟大家讲一下，但是我还是讲他们两位都认为是心啊，心最重要，心跟脑子最重要。那先讲到哦，这个柯侯破局的部分，侯办呢下午2点半由近办的这个议题小组召集人柯志恩博士举行记者会，柯志恩在上面就有很激动啊，越讲越激动，他说我是柯P啦，你叫我柯P啦，你要男柯P把他说清楚了，在全民面前把民调检验清楚，到底要不要一句话。柯志恩质疑当初9份民调当中，其中有3份是被搁置，但是他说你搁置并不是排除哦，是谁说要把这3份民调给排除了？而明明有协议，择其在意，谁把它给中断了？而且黄子哲就呛柯阵营说你不断的恶言相向。黄珊珊今天下午4点到中选会领表，然后被问到说柯志恩的抢话，还有就是蓝白破局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黄珊珊都不发一语，而且现场大批的媒体推挤哦，无奈皱眉，最后在大批警力护送之下，带着申请表离去。他是帮柯文哲来领的。然后今天呢，郭柯霞三个人密会，那柯文哲是在今天早上9点进入郭台铭家中，11点29分还叫便当来吃，接近中午的时候赖佩霞出了郭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样的一个状况是这么一个情形。那我们再看到柯文哲证实说，郭董在财经界是重要的人才，看得很远了，自己也知道赖佩霞领表，至于外界关注的柯郭和
柯文哲神秘的回应，不到最后关头，台湾充满惊奇。再来看到赖佩霞今天一点半的时候也去领表，他说谢谢大家，今天我就是来领表，该做的程序全部都做好。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知道这都是未定的，因为你领表不等于登记嘛，那我领表就是领表嘛，不等于登记，所以大家要看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今天再来看到曾志伟又扯到了缅甸诈骗集团的事情，他否认海伦清桃有扯到诈骗吗？还有呢，连胜文批评黄珊珊扯到了宋楚瑜，以及侯友宜的副手是张善政吗？徐春英真的会大复活吗？我相信徐春英不会说谎，徐春英跟朋友说啊，不用担心啊，柯文哲跟我讲说到时候他选上的话，我可以当什么政务委员，我不知道当什么挖沟了，很奇怪。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呢相关的部分，但是还有一个更奇怪的，就是以巴之间的停火四天之外，英国的王子跟王室见了 Blackpink， 真的，他们见了 Blackpink， 因为他们要见尹锡悦。好，那我今天跟大家讲，今天有个事情还是要拿出来谈一下。这事情啊，就是国民党有人说，国民党的游说会啊，说萧美琴啊当副手啊，就跟雅子飞一样，一入深宫成怨妇。我要跟他讲说，拜托，我觉得游说会好像不太懂国际政治，为什么这样讲？雅子妃本来就是非常出色的外交官，雅子妃是嫁去当王妃，她是嫁给了这个，等于变成就是嫁给那个叫什么名人，是不是啊？我怕讲错哈。然后我们再看到民进党的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她不是嫁进去，她是当副总统，她当副总统是嫁给谁？她不用 follow 王室的规范，不能抛头露脸。我跟你讲，她是副总统，不是嫁进皇室。而萧美琴当副总统是来拼外交的。你看萧美琴，她在任内二十一世纪倡议的成功，还有她去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还有她的战猫非常的厉害。当然了，我刚刚讲说冬季恋歌，这个连我看到蓝军的媒体人都在分享说，你看看这个，我把柯文哲脸遮住。好了，柯文哲对照，这个是柯文哲，这个是他们这一组。他们很多人就说，哇，光看颜值，这个蓝营再包括了那个什么啊，就是我们看，你看有人在讨论，来这拍一下，有人在讨论说他们两个有没有牵手。我跟你讲，不要这样子乱七八糟。萧美琴两只手都在这里，好不好？其实这张照片真的是真的有一点美到了哈。那我突然想到，这个夫唯不争啊，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个是赖清德说萧美琴，就说萧美琴是一个不争的人。那对照起来，柯文哲跟侯友宜不就在争吗？所以柯君很生气说，你到底要不要？我突然想到张惠妹这首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哈。来，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是那么少，我只有不停的摇摇到你想逃，泪湿的眼泪擦干就好。这太像蓝白合了吧，要到都要谈，就是说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对吧？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看今天的内容，就是山猴翻脸破局，然后柯郭侠密会。那我们在讲到这个整个密会当中，你再怎么样看，今天就讲说民众党已经说了，我不要跟你看九份民调，我就是六份民调，那三份是有什么问题，等一下听大家怎么讲。那副手变成说大家在酸他吧，今天出来的这个品观点的民调怎么会做这个张善政啊？再来看到的就是曾志伟博诈骗，以及呢吴欣岱已经宣布参选，所以呢高嘉瑜跟这个李彦秀再比下来真的有一点紧绷了哈。再来看到蔡英文总统今天见了挪威国会的访问团，以及我们知道呢，就是明天开始以巴停火四天，以巴停火四天，然后要继续的停火吗？问题是人质要放多少人？好，我们在今天的现场当中来跟大家报道的就是今天新闻的内容，包括了我们要看到蓝白和正式的破局，我觉得早该破了，因为歹戏拖棚到大家觉得你们这两个人都不足以担当总统的职务。另一方面，赖清德跟萧美琴正式的定妆照已经拍好了，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郭台铭会怎么做。但郭台铭再怎么做，就算是郭柯和或郭柯配，其实都没有办法撼动大局，因为呢民进党之外蓝营不会跟郭跟柯和的，所以到时候就是萨卡都。我们有萨卡都最新的民调，我们的报道。
好，我更正一下哈，刚雅子妃是嫁进德仁哦，因为我刚突然想说嫁给谁哈。当然呢，回到这里，我们要告诉大家，日本皇室有日本皇室的规矩，我们中华民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看蔡英文总统对不对？他是多么的厉害哈。那我们来告诉大家，今天呢，侯科破局，还有黄珊珊去领表，还有这个萧美琴，你看这张照片，真的吗？头发放下来，其实真的蛮好看的啊。京报11月22号，京报11月22号呢，就是啊，山侯翻。破局先三风暴，第一个黄珊珊拒三份民调，而且说呢极度遗憾。第二个就是郭退霞林表最新的民调，第三个就是呢赖清德跟尖尾鱼在一起，然后呢新代也在这当中，吴新代哈同一个场合了哈。我们先跟大家讲的就是黄珊珊9:30的记者会，他拒9份民调，因为他说科学就是科学，不会有其他结果。然后呢，当然呢，柯文哲今天早上同一时间黄珊珊开记者会的时候，他跑去郭台铭的家里面。那我先跟大家讲这个民调的部分，很多人要想啊，为什么要讲清楚？虽然破局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这次蓝白合的破局，也就是侯跟柯的破局，谁要负责任？好，谁要负责任？也就是说，这里面民调如果说都不让的状况之下，看起来呢就是柯文哲领先居多。但是因为国民党呢，他就说我没有跟你计政党票，所以呢就是柯文哲让了正负3%，让了正负3%的状况之下，我们就来看他的计算就很重要了。有人就说柯文哲我让你，我还是3:3，但问题是不在这里，问题是说到底是9份民调还是6份民调。所以黄珊珊很重要的点就是跟大家讲说，你那三份民调要排除啊，因为现在我们手机啊已经是到使用率是 51.7%， 我们家户已经少了20万户，所以像雨晴好好听只是市话调查就要排除。然后 ET 手机简讯是因为他要加入他的会员，就不能够说不是一般人都可以被调查，叫会员嘛，所以必须排除。这三份就是要排除。那在这里面呢，这整个数字出来哈，我跟你讲哈，侯跟柯哈，他们比起来是少4.3%，可是呢，最后是说侯胜。我这里把它放大就可以看，你在这里他们这六份民调算起来，这份你可以看到4.3%，对不对？4.3%是。柯文哲领先的，所以你国民党这里解侯柯，我觉得这一点就不太对了。如果你说误差范围是正负2.9%，就是所谓的3%嘛，你怎么会这个你应该要算是柯侯嘛？光是这一点，我觉得变成你国民党必须讲说，第一个我算错，好，第二个就是今天黄珊珊扣你们帽子说，所以你就是要我让6%啊，否则为什么我赢了你4%还不行？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哈，在这里算法有什么不一样？国民党是互比，就是他们都对上赖萧，柯侯减掉侯柯，民众党是对比，就柯侯减掉赖，然后再减掉柯侯，减掉这个侯柯，减掉赖，所以这样算起来哈，不管让不让哈，如果你不让的话是。柯侯是5:1，如果你让了以后呢，就变成说是侯柯之间呢，就会有一些部分的不同嘛。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说，不管怎么样算出来，大家就说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你跟我讲民调没有意思，已经不重要了。不重要的内容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变成一个感觉的问题，因为呢。破局谁是历史罪人？黄珊珊就点名说，侯进办发言人黄子哲常上节目说，破局是民众党要负最大的责任。但是黄珊就说，你们谁让赖清德当选才是真正罪人？林涛就发文说，哎，你黄珊珊居心叵测，哎，你知道吗？如果蓝白破局再也败选，柯文哲主席丧失舞台，这些从中作梗的黄珊珊们会怎么样？黄珊珊接了民众党主席吗？还是稳稳做他的不分区立委呢？问题，那柯文哲在哪里呢？好，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呢，再来看到就是我们说郭跟柯是不是合作的这个问题之外，哈，那我们就看到今天东区的招牌，我刚说。郭台铭的摘下来，然后最重要是在昨天炸锅的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昨天宣布，富士康编造虚假的这个税啊，违反税征的征收管理办法，所以轻罚他人民币20000块，大概台币8.8万。本来当时传出来是要台币要罚大概八，哎，有这么多吗？对啊，1800亿人民币，就是台币是7953亿台币，有没有可能变成？8.8万就是差很多嘛，所以民进党的立委洪胜汉就说啊，郭的退选几率很高了。今天鸿海哈最后是跌，变成跌0.5，小跌了哈。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民调好了，这个民调出来哈是品观点的民调，品观点的民调他找的是求真的总经理哦，关智宇的这个公司。那这家公司其实是民众党的民调专家，就是关智宇嘛哈。我跟大家讲，如果说两组来讲的话，赖萧对上柯侯，好，柯侯是赢赖萧9%。
如果赖萧对上侯科，是侯科赢赖萧 4.5%，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讲，还是科侯比较强。但是如果在这里呢，蓝白合副手不是侯友宜，就是柯文哲搭上其他人的话，柯文哲搭上韩国瑜的话，哎，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他反而是输给赖萧 6.4%。如果柯文哲对上柯志恩的话，是输给赖萧 1.8%。那是讲萨卡都的时阵，就是说到时候柯文哲跟郭台铭组合柯郭配的话，那最后出来呢，第一名还是赖萧配，再来是柯郭配，再来是侯友宜跟柯志恩，只有 17.5%。那如果另外一个萨卡都赖萧领先，再来柯文哲、郭台铭，再来是侯友宜跟韩国瑜的组合，22.4%。这个民调是告诉你什么？这个民调是告诉你说，我跟你讲哦，你到最后不管，就算你侯友宜最强的组合是韩国瑜的话，你还是老三，也就是说老二就是柯跟郭的配，然后第一名就是赖萧配。好，那我们在这个当中也不要忘记，国际之间还有很重要的大事，就是以巴之间真的要停战，明天开始正式停战了。就是呢，我们知道卡达提出哈马斯50个人质交换停火4天，以色列要放，本来说100个人变成300个人了，本来150个人变300个人，然后已经通过内阁通过了，以色列要有所有的人道物资用往加萨，以色列官员说每天额外释放10名人质，停火时间就延长1天。好，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当然另外还有一个案外案，就是呢今天也出来的，就是我们看到了民众党的不分区，然后不分区当中有一个前总统陈水扁医疗小组发言人陈昭之就发脸书嘛，他说哈，这个柯文哲哈最适合哈来讲到说哈特赦陈水扁，黄珊珊就说党内没有讨论到，没有所谓特赦陈水扁呐、啊，他说三个总统候选人唯有柯P会特赦陈总统，但是有没有跟他讲，他说柯P亲口告诉我他会，哇，是这样一个结果吗？美国新增3418例，18人死亡，一连串的报道，我们就要来看到今天真的是撕破脸的蓝白破局，还有一头拉骨的人去领表。台湾是一个充满惊奇的岛屿，还有2天不要紧张，连传统的交叉分析表都没有，是检查新闻稿有没有错字吗？这样的责任就要由民众党来担起。你如果认为民众党的人这么坏，为什么每天还要来找他合作呢？我就是来领表，然后把该做的程序就做好，让台北市80席立委全上，打一支全雷打。他不要一直这样子小巷道歉，大街攻击我，根本就是国民党的暗装。会站台吗？会帮忙站台吗？八旗全上，加油！是应该直接诉诸这个赦免或特赦。党内并没有讨论过任何有关特赦的事情。那最重要是柯志恩，当然教学26年，你觉得可以称为我柯P？开玩笑说也可以叫我柯P。侯友宜近半临时召开记者会，一起组召集人柯志恩亲上火线，针对蓝白合的民调大战做出回应。让6%这几个名词出现，这绝对是一个夸大跟错误的扭曲跟解读。若依照统计误差计算，侯柯是5:1，民众党认为统计误差就是3%。谈了好久，等到天荒地老，蓝白合进度还是卡在民调的礼让误差范围。侯阵营也喊话，双方各派2名民调专家重审民调。国民党只要求能够把这样的事情搁置的部分再一次来一个澄清，再一次的部分，这不管如几次，要能够讲得清楚才是重要，而不是如几次。如果再整合，你的真正战略目标是下架民进党，那当然是组成最强的组合嘛。如果可以符合这个条件 ，OK， 没问题。柯教授对上柯教授还是没共识。侯正认为，9份民调中3份侯柯配得电的民调都让民众党搁置，已经让很多，现在选择不再退让。是谁把我们刚刚的9份民调的3份当中，我们今天提出的我们认为市话排除完全排除的所谓的市话，刚刚我们已经特别解释的非常的清楚了。我们认为搁置可以重新回过头来。那是谁让它变成了终止？当天花了5个钟头的统计专家都已经在现场看过。其实科学就是科学，同样的数据，要先同样的数据不会有不同的结果。我们只有一句话，柯市长，你到底要不要？蓝白坚持底线，不肯退让。最后时刻，双方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到呢，今天他们去领表了。
郭台铭副手赖佩霞现身中选会领表，这下郭台铭是要参选到底吗？谢谢大家，今天我就是来领表，然后把该做的程序就做好，代表郭台铭先生，谢谢大家的关心。最后还是会跟郭董在同一张选票上吗？好，谢谢大家。领了票会不会登记？赖佩霞只用笑容回应。原本规划代替受访的发言人黄世修更突然跑给媒体追，说24号下午5点前答案就会揭晓了。所以柯市长跟郭董还在做最后的沟通吗？郭正英不对外发言，原因令人好奇是否和柯文哲有关。因为郭柯从19号开始4天4会，赖佩霞登记前，柯文哲更被直接进到郭台铭家，接近中午换赖佩霞从里头走出来，郭柯会赖佩霞也在场，是谈副手人选吗？因为政坛早已盛传郭台铭要把副手赖佩霞转给柯文哲，呈现柯郭合的精神。他有去联表，他有跟我讲，他要怎么做，我都觉得这样的，到11月24号下午5点，他是一个阶段嘛，就最后有几组候选。那从那个开始啊，这些候选人到底怎么排列组合，怎么合纵连横，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台湾实在是太有趣了，必须对所谓的90万个联署啊人的身份啊的联署支持他选的人有所交代嘛。那赖佩霞当柯文哲的副手也是一种交代的方式嘛，也等于是代表是他支持柯文哲选的一个态度。他们的组合可能会是一个交叉持股的模式。柯文哲阵营还没松口，蓝白合破局，却已经由竞选总干事黄珊珊代表先行领表参选登记。最后倒数，菲律的柯郭侯还在排列组合。台湾总统选举史上登记那周还没有确定人选，恐怕也是空前绝后。记者曹天焦国峰采访报道。好，我们来看到呢，在今天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说，这个事情非常的惊奇嘛，蓝白破局之后，柯郭之间要怎么演变？虽然说呢，已经没有办法撼动大局，但是他们现在要看的就是他们能够在国会当中拿下多少席。不过比较特别的，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淡水这个行天五圣宫。这个淡水行天五圣宫呢，当然就是我们在今天看到了有这个信传媒报道出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柯文哲全面退让的前一天的时候，他就到这个庙里面来拜。而在这里根据报道的内容是说，就是公主的妹妹讲说蓝白一定要和，所以柯文哲在15号那天全部都退让。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哦，也不用这个把这个怪到神明，因为柯文哲自己脑筋不清楚或怎样。因为小房间里面就说他自己退让，现在传出好多版本了，又说他前一天晚上好累哦，脑筋不清楚。然后第二个就说这个怪到这个庙的身上，然后第三个又说什么他搞不懂这个所谓的会计啊，或者草币的统计。那我们跟大家讲哈，在这里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是郭台铭、柯建铭都有去的这么一个淡水行天五圣宫。根据了解，目击人士说，柯文哲是当天最重要的贵宾，所以呢可以点天公炉的3根龙香，但是由于龙香很长，要插在天公炉上面并不容易，必须要有一个特殊角度才可以插好。这个时候郭信良还热心的走过来教柯文哲要怎么样才能够把龙香插到天公炉。郭信良不是台南的吗？怎么会这样？我快昏倒了。然后呢，法会结束之后，柯一行人要离开之前，那个天公炉还发炉烧了起来。所以柯文哲一直就认为说，一些会掉的。好，我们来看哈，他们都去过五圣宫了，包括了柯建铭，包括了就是郭台铭。这个庙是很有名了，不是说去了怎么样不好，就看你不是说神明给你许诺什么，是说你这个拜的人虔不虔诚，还有你拜的人有没有在那边五四三要求到做不到的。比如说就像是一些恐怖分子，他们在拜他们的神的时候是说，我死没有关系，我到时候你要给我多少处女，你要给我多少钱，就这种东西神明是不会理你的嘛。我们再来看到这里面还有就是玄微师父，我们的报道就来看看当时在这个庙柯文哲跟郭信良到底在那干嘛。我们的报道，14号晚间，柯文哲结束台中逢甲夜市扫街行程，就直奔淡水行天五圣宫参加法会。因为现在两派人马还在乱，怎么可能会赢？老百姓也会怕。那台湾会不会打仗？不会打仗，他不会去打这个小国家。曾经到淡水五圣宫请示，让香火鼎盛的淡水五圣宫一夕之间爆红。斗帅，斗帅，斗帅，斗帅。
谁会坐上2024年总统大位？各界关注，命理专家也有看法。塔罗牌专家小孟老师预测，赖萧佩属于强强联手，有天选之人气势。侯友宜选战会打得比较辛苦一点。柯文哲如果跟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合作，能量会非常强大。塔罗预测仅供参考。到呢，在这里呢，大家又是用算命哦，我真的觉得参考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桃园赖清德的部分。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的座车再度开进无党籍总统参选人郭台铭位在台北信义富邦的家，在蓝白河濒临破局时，郭柯两人频繁会面，开始酝酿合作的可能性。好，我们来看到哈，就在这个内容哦，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哈，他们刚刚就是命算了以后，就是如果柯文哲没有跟国民党合的话，你就要郭柯合，这个力量很大啊。但是还有人说，就要一定要过了今天22号之后，不会吧？所以你们23号才要决定吗？这个太迷信了哈。那我接下来跟大家讲的就是在这里还包括了就是赖跟萧之间呢已经有定妆照出来了。你可以看到今天拍这个定妆照，除了棒球装之外，还有2-3套套装。我们今天有现场直击，不只有西装的版本，还有挺台湾的外套版本等等。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啊，我们看呢这个是赖清德跟萧美琴的这个侧拍哈，真的还蛮舒服的啦。至少你说嘛，柯跟侯不要合也好，他两个人要合的话，私底下一定前面这样笑，后面这样搓，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就是我自己非常惊艳的萧美琴头发放下来的照片。好，我们的报道。笑得开，总统，我们笑得开，哎，对，太严肃了啦！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和副手萧美琴合拍定妆照，不只有西装版本、挺台湾外套版本，还有自拍版本。我拿的话，我脸比较大。好，哎呀！而他们手上拿的这个图样是不是很熟悉？因为这就是登记当天两人胸前 Q 版猫狗徽章。台湾黑狗是赖清德爱犬 look 象征，狗派代表萧美琴爱猫 monster 则是战猫形象，一猫一狗充满巧思。而萧美琴浮选上也是战力满点，许多立委参选人早早就开始预约。萧美琴是我们台南人，他的很多家族都在台南，其实他还没回国，我就请他来，已经预定他要来帮我辅选了。萧美琴旋风从国内扫到国外，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肯定萧美琴是促进美台关系好伙伴，若成为副总统将有利于台美关系。前白宫国安会资深官员简以柔也强调，萧美琴经验对台湾国安外交都是无价资产。柯文哲来看到另一方面，再来看的就是在桃园赖清德的部分。立委全上，国会过半。民进党桃园6位立委参选人到期，由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还有前桃园市长郑文灿一起到选委会登记参选，展现大团结气势。每一位候选人都碰住本垒板得分，然后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代表了他们求胜的决心。打一次全垒打，6席全上，桃园更棒。而在同一天下午看到的就是在现场的这个部分。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我们就要说哦，接下来还有一些事情啊，为了这个立委的选举啊，有一些尴尬的场面出现。当然说再怎么尴尬也是要选啊。今天民众党是公布了这个不分区的名单，但不分区的名单当中有一点点尴尬，是什么尴尬？原本排定啊，在不分区第9名的曼都集团的董事长赖淑芬，他说对企业影响层面过大，唯有婉拒提名，因为他可能不想从政了。民众党就紧急重新盘点出来，结果是战狼小姐姐的科办的发言人哦，也就是陈志涵呢、救火代打。我在这里一定要讲一下两个人哦，讲一下两个人呢。当然在这里呢，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进到前8名当中的张启凯，因为张启凯呢是我们以前的同事啊、你看哦，他在这里是资深媒体人之外，其实他对财税财经方面非常非常的专长。那另一方面呢，我还是要讲的，当中有一个刚除了战狼小姐姐之外，我发现有一个第17名。
名哦，当然是在安全名单之外的徐瑞希哦，是我政大新闻系的同学，他一直都在做一些新著名的活动，我觉得也不错，他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好，那回到这里，那尴尬的问题就来了，民众党党纲说，如果不是党党党员，应该在投件的截止日2023年8月31号之前完成入党的程序，取得党员的资格。结果黄国昌入党什么时候？是今年的11月16号，你硬生生晚了人家多少三个月吧，将近三个月。不分区列第二，安内甘后柯文哲是双标嘛？民众党就说黄国昌是专案处理，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瞧的嘛。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我们看到的，别人不行你可以的部分。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呢，尴尬的部分呢，我们就要来讲到这个，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今天高嘉瑜哦，他们都碰在一起了。这个今天呢，因为10点钟赖清德的重头戏就是帮这个台北市的立委参选人嘛来登记造势，就高嘉瑜到现场呢，吴欣岱也去，然后高嘉瑜就说吴欣岱你就要分裂泛绿啊，在港湖参选到底，你到底是居心何在？赖清德说高嘉瑜是这一区选区唯一能够赢得选举的候选人，那吴欣岱9点登记说高嘉瑜没有办法成为团结绿营支持者的唯一选项，请他自己好好检讨。然后呢，何志伟很尴尬，在现场应媒体要求跟王世坚握手打气，他尴尬的笑说啊，巴西全上啊，王世坚呢、啊、就帮忙还价说有啦有啦，他喊了啦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尴尬的场面。尖尾鱼，当选当选当选，你都没喊呢。民进党立委何志伟站在立委参选人王世坚的旁边，满脸尴尬，连句动算都说得不太情愿。甚至当王世坚靠近时，何志伟就立刻弹开。王世坚和何志伟在党内初选造成的裂痕还没愈合。我觉得志伟的表情并没有办法成为团结绿营支持者的唯一选项，请他就是自己好好的检讨。吴欣岱口口声声说要让港湖闪亮本土派的光荣，分裂泛绿根本就是国民党的暗装，坚持要分裂泛绿在港湖参选来保送国民党，到底居心何在？同为泛绿阵，看到今天这个现场当然有些尴尬跟火药味，但是我们一定要看一下的是什么，就金普聪跟萧美琴。昨天跟大家说了，萧美琴当时是用立委的身份来质询回到台湾的当时驻美代表金普聪，那个是在2012年，想一想也是11年前了，有点尴尬。是金普聪说我的英文不好还是不够好？我们来还原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我要在这里有两个评论哈。第一个评论，我并没有认为说金普聪他是当时驻美代表，所以他的英文一定要非常流利，我并没有这么认为。我觉得最重要是他怎么样跟美国沟通。但是我第二个，我要从这个影片当中我看到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萧美琴哦，他就是战猫，你知道战猫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抓住一个问题哦，就是直接的往下挖。当然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很欣慰啦，因为我们哥伦比亚大学带出来都是这样，所以你就会觉得我恰北北 well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哈，就是曾志伟这个部分怎么会扯到了这个缅甸的诈骗集团呢？他否认。再来看到呢，连胜文今天火药味很大，他批黄珊珊，而且扯到老宋。再来看到侯友宜的副手，大家在帮他派很多人呢。先讲到这个曾志伟，九月才传出因为入股缅北的诈骗集团被警方调查，后来说那是一个假消息，但是曾志伟又被报说诈骗集团首脑哦，也就是一个白应昌拍庆生影片，他就说哦，在这里我祝白应昌生日快乐。他后来说啊，人家叫我拍的我就拍，以后我就会拒绝。白应昌到底有没有跟这个有关？因为白应昌就是缅北大佬白所成的次子，他本身是百盛集团是个赌场的总经理，而且他还有个昌盛科技电诈园区的创办人，就扯到缅北的诈骗就是他嘛。然后呢，海伦清桃就是说他应该是有人说越南林志玲之称，他之前才有一些争议啊，最近就跟她的男朋友黄景玉传出来说，除了所谓靠 APP 卷款上亿元之后，两个人又成立文创公司，就叫人家来给40万什么的，就没有给人家机器。但是他们就说这个昂本来就很贵啊，那我资料是来分店来扫描嘛。海伦清桃本人说黄先生已经先说明了，对于这个加盟的说法比较低调。那连胜文批什么？他今天在这个就批评黄珊珊说，这位老长官宋楚瑜先生说过一句，人在做天在看，希望他现在有新的老板之后能够想想过去啊长官对他的提拔扶持。他要说这个是因为当时宋楚瑜愿意当副的，就有所谓的连宋配。连胜文也说柯文哲必须要做出一个判断，不要受到身旁这种自私自利心虚的幕僚蒙蔽。他说的到底是谁啊，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呢，黄珊珊子弟兵民众党的议员陈佑成就在脸书说，幕僚出身的我观察过去经验，宋楚瑜会告诉黄珊珊就是不要相信国民党。
来品观点的民调，你看宋楚瑜也被拿出来哦，就赖萧对上柯文哲配上宋楚瑜，他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大概输赖萧不到3%。那赖萧对上柯文哲、宋楚瑜跟侯友宜、韩国瑜的萨卡都，柯文哲配宋楚瑜还领先了侯友宜、韩国瑜这一组哎。那但是也有人做张善政，他也把张善政拿出来，就张善政当副手的话，比起来哈、哦，好像跟赖萧配又很接近。我觉得这个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柯文哲要配张善政，张善政怎么跟他配？除非是蓝白合成功，然后侯友宜出局，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嘛。那我们今天再来告诉大家，徐春英的大复活，他告诉哈、哦、他的密友，自由时报说的，在中国籍。好，参加统战活动争议之后，民众党哈、哦、叫他体谅，以后呢争议过去，选举顺利就会让他担任政务官了。黄珊珊今天就否认说，现在谁还在讲政务官呢、啊？好，我们今天来看到呢，白金汉宫款待了南韩总统夫妇，还有 Blackpink 哦，他们盛装出席哦。啊，另外呢，台湾桃园的这个活动在日本新宿有这么一个看板，但是大家说这颜色实在是太俗艳了，完全不成比例嘛，这广告实在是有一点，他们觉得不是很 OK 了。但我觉得反正就是一个广告。我们的报道先来从曾志伟开始。黄女士如果还记得她过去这位长官宋楚瑜先生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叫做人在做天在看、哦、不要再受到身旁这种自私自利甚至心虚的这些幕僚的蒙蔽、哦、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没有提过这事情，只是同一间他们的新住民委员会。不要再用传闻来以讹传讹。真正台湾的这个摊贩的这个特色、哦、也是日本设计团队他们发想跟建议的。金牌银牌铜牌都拿到，我们一分钟回来之后要来告诉大家什么眼药水出什么状况，还有就是这个有点奇怪，一群人吃饭当中有一个陈波波，大家就要去问小 S 反应也有点怪了哈，马上回来。我们来告诉大家，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包括了这个很多人点眼药水，因为大家都3C上瘾症嘛哈。结果今天呢，销往全球的七大品牌有28款的眼药水跟人工泪液全部下架回收，因为印度制造厂的作业生产流程没有符合 GMP， 有受到污染，它全部都列出来，当中比较知名的像是 CVS 好，还有 Leader。还有呢 ，RideAID， 还有 Target， 这些你可以看到哦。我们好像看到一些比较知名的，可是台湾都没有进来，都没有进来。可是如果你不要去虾皮或哪里买哦，所以美国 FDA 说呢，这里面制造过程可能存在被细菌感染的风险，启动了整个产品的回收。那我们再来告诉大家，小 S 的老公哈、哦，他是赶三拖了哈、哦，就被拍到说呢，这里面有中性啦啦队的 Passion Sisters 当中的女神陈波波。对于这点呢，小 S 的经纪人表示不予回应，然后徐小菁就传了3个双手合十的符号，他就吃饭嘛，因为很多人一起吧，我们来看。要在这里说真的啦，他就是吃饭嘛，那吃饭的旁边怎么会出现这么多人？所以我觉得还是已婚男子稍微一下谨言慎行。不过你一天跑三趟，你也是你要选举吗？好，对不对？这是我随便问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里还包括了什么？就是呢，亲民党啊传出来，明天就要宣布宋楚瑜当不分区的第一名，而且这里面会纳入柯团队的数位总监 Grace Wu， 就是呢吴静怡，在这当中传出来是这么一个内容。然后林楚英今天三问黄国昌，柯文哲假装不知道如何定义九二共识，你也不知道吗？外传柯文哲为太阳花事件向蔡正元道歉，你也跟着道歉吗？文哲大 A 这个是怎么样？我就讲文哲大 A 啦，大 A 哈，十二门徒就是有扯到一些黑帮黑道的人在旁边，是争议不断。你能够接受这十二门徒当你的同事吗？好，但问题是柯文哲现在就是没钱啊，他找那个郭台铭就说他没钱。这个曝光的这一张、哦、也不能说账面上没钱，真的没钱了。这是民众党去年的财产申报，银行跟政治现金里面专户的资金总共500多万，库存现金挂零，对于打选战来讲真的是有一点辛苦。我们来看，看民众党去年的财务申报，虽然民众党银行内的存款和政治现金专户总共有540多万元，但库存现金一毛钱都没有。相较之下，国民党的现金加银行存款总共有4000多万元，而民进党光是银行存款就有4亿2000多万元。民众党的财务状况明显捉襟见肘。资产负债表是看12月31号结账当下的状况。民众党在做账上面，我们在年底结账的这一天，会把他所有的零用金，有可能是先回存到我们的银行账户。在这里啊、哦，我觉得这个当然多少钱是一件事情，但是他们有募款嘛。还有我特别要讲一点，不管你户头有没有钱，有人说有钱的人比较不会作怪，我也不
是这么认为，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到时候用不好的方法去找到钱就可以了。我们广告就回来，我们要来看到的郭台铭对于郭台铭跟柯文哲会面，他公布了这张表格。郭董，你不要开玩笑吧？你把你们讲的内容，郭董这样谁看得懂啊？没有关系，年代网报帮你看。还有我们要看看，就是柯文哲非常相信的权威师傅大起底，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现场，我刚才研究这个，我觉得超劲爆的耶！就是郭台铭他要变公卿了吗？马英九出局，郭台铭当公卿，蓝白河还没结束吗？因为侯友宜打电话给郭台铭，打了很多次，郭台铭找柯文哲说这样子好了，郭台铭、柯文哲、侯友宜一起见面。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密密麻麻表格的内容。就在昨天的时候，侯友宜三度打电话给郭台铭，然后那时候柯文哲在郭台铭家，柯文哲十点半离开，郭台铭回电给侯友宜说，侯友宜说拜托你了，你来主持见证，促成蓝白郭啊，蓝白郭三个人和。然后今天的时候早上郭打电话给柯，柯没有接，然后又来来去去，就说他就说要见面要见面，可是呢他就说跟柯文哲讲说，侯友宜的意思是说你要不要开记者会，柯文哲说我记者会势在必行啊，早上抽时间过去了，安排下午三个人见面。三个人呢，你看这样打了这么多，郭柯打电话说要见面，然后柯就说啊，我跟侯友宜拜托你不要登记，也就是柯文哲说他跟侯友宜都要求郭董不要登记，你当公卿。所以郭董今天他是什么？他还没有领票啊，领票的是谁？是那个赖佩霞。所以今天晚上他们说今天晚上要见面，然后侯友宜又否认说没有啊，我今天晚上要去台南，我怎么可能今天晚上跟他见面？你们三个人到底怎样？我们来看一下台南的画面。好，这台南的画面就是看呢，侯友宜今天晚上他会到这里的这么一个状况。好，广告就回来要告诉大家，那十一月十四号拜那个庙，一头拉古人都在那里耶。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现场，我们来看到呢，原来那一天呢，就是应该是所谓的相关的活动，很多人去。